大家好，我是学良，时间非常紧迫哈。2018年表展的现场，彩虹笛哈在2012年曾经出过黄金跟白金的版本，那今年呢推出一个全新的永恒玫瑰金的版本哈。那在风格上面，在表现上面呢，这个异曲同工之妙，但是玫瑰金又有另外一种这个风味哈。那永恒玫瑰金当然是劳力士非常重要的一项这个技术上的创新，最大的特色在于说它在玫瑰金之中呢加入了铂金的材质。可以达到一个更好的耐久性。那这一次的特色呢，彩虹嘛，你可以看到在表圈的部分选用这红橙黄绿蓝靛紫各种不同的蓝宝石36颗、哦、拼凑出一个像彩虹一般璀璨的一个图案、哦、那另外在小表盘的部分呢，则是所谓的晶晶计时盘，你可以看到在细节处非常漂亮的表现、哦、这也是今年这个最受这个大家瞩目的一款劳力士。那尤其 Daytona 这个不用讲了，这是最受欢迎的一个系列，今年彩虹笛再次登场、哦、那所以你已经可能拥有很多黑面白面各种这个Daytona 呢，你一定会想要拥有一款这个尊爵不凡与众不同的表款。那这个彩虹笛呢，肯定是这个顶级收藏家想要拥有的一个款式。